们来到七里山滩。这个这条街真的是超级无敌的长，然后一大堆的舒适小吃。这里出名的梅花糕，这个人潮是多到啊！这人潮。那我们下去原路吧，好呀。那下来。走，外面怎么回事？下面走。这些都是等着坐船的人。请通行，不要停留。游客你好，请快速通行，不要停留。游客你好，请。对，不是日本人说的，赶紧往前走。阿巴念要上 vlog 的朋友们，你们一定会上去的，中国保镖，护航。大半夜陪我在那边等外卖，怎么那么多人帮他一个外卖？你叫他女王手下，吴小姐，谢谢你们，用餐愉快。你们会上到我的 vlog。啊，好嘞 ，OK， 恭喜你们， okay, 拜拜， okay, 谢谢你们，感主打一个陪伴，来个镜头，有，陪伴哥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清晨姐买的，昨天在采访的时候说清晨姐没给我点吃的，然后今天应该是收到自己就给我点了，哎，这个大好人太好了。起啦，还帮我买了药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这条街就是斜塘老街，哦，特别好，而且没有什么人，超级的舒服。非法越过。这里是。哇。而且这里很多这种茶馆。酒店也太美了吧！龙胆，我现在是阿军念。哎呦，哦，这个也是，谢谢。
Habiskan. Ready.